都被方块挡住了，所以看不见我。他现在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布灵布灵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奇葩的数据包。装上这款数据包之后，生物靠近我之后都会飘起来。没错，飘起来。在这款数据包下，我们的生存会发生什么变化，以及能否挖到钻石呢？闲话少说，直接开始游戏吧。要致富先撸树，我觉得在这款数据包下，想要挖到钻石应该十分的简单。毕竟所有生物靠近我之后都会飘走，连平时那些喜欢欺负我的怪物也会。唯一头疼的问题就是得不到肉类食物。但是我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，那就是制作弓箭。用弓箭把那些牛啊、猪啊给它射下来。啊，不对，蜘蛛也会飘走啊。没有蜘蛛，自然也没法制作弓箭啊。感觉制作出弓箭的可能性不大呀。发现一个矿洞，希望能给我点铁矿。Nice，成功挖到铁矿，铁镐制作完成，真是顺风顺水啊。然后再做一个盾牌，钻石我来喽。我去，小白，不过他很快就因为数据包飘到了矿洞顶端。你们瞧，这小白头被方块挡住了，所以看不见我。他现在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哇，这款数据包真的好用啊，尤其是玩家身处矿洞里的时候，也会被数据包的发光效果提示，就跟开了透视一样。我发现在这款数据包下，狐狸派会变得非常安全，除非我们靠得很近，否则它是不会自爆的。我发现一个大问题，狐狸派爆炸之后产生的黑色烟雾居然让我们获得了17分钟的漂浮效果。完蛋了，我们现在根本下不来了。 2 hours later， 经过17分钟的漫长等待，我们终于下来了。大家玩这款数据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狐狸派哟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寻找钻石吧。你们瞧，我在一个屎不拉鸟的地方找到了钻石，虽然只有一颗，但我们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。接下来做两个实验，试试看凋零和末影龙会不会因为数据包飘走。你们看，凋零飘走了，而且越飞越高。然后再试试末影龙，末影龙我来啦！看来区区漂浮效果对末影龙不起作用。那么本期的数据包就先玩到这里，如果你还有更奇葩的数据包，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哦，对了，记得。